我们要教你一个动作，第一是这个动作，第二是这个动作。业务。啊。叫他叫什么呀？海哥，海哥。我们首先要用热烈的掌声恭喜孙继海先生入选英格兰足球名人堂。哇！谢谢谢谢，太了不起了，而且是当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面颁发的奖章。哇塞！当时什么感觉？确实像做梦一样嘛，这个到目前为止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荣誉。足球生涯当中，人生吧，人生整个人生当中也是到巅峰了，差不多吧。